哎，其实猴哥没干活，特别天都冷。今天是这个二月份最后一天了，29号了。猴哥买点菜，晚上吃点火锅。来，咱这是华人超市，离猴哥家最近，叫红华超市。看，还华人超市热闹哈。我来一块这个牛腩，雪花牛仔骨。来，这家店这全是外卖的，看。这都是外卖，这家店外卖最多，都华人点的。现在你搁家就可以点啊，就给你送到家。这是爱丁格高中的后边，这里是个冰球馆。你今儿大孙又来游泳来了，还在这里吗？不车在这里吗？大力车不在这里，还没回去呢。真的奔驰车。你爸又搁外边整啥呢？我昨晚做梦啊，做啥梦？昨儿没天干活呢，梦想发财了。做梦发财了？别着急啊，你都买彩票了？买了。嗯，只要我知道你在努力就行了。我在努力，我天天在努力，梦里都在努力。我在梦里可比你努力多了。熬汤了？熬汤。不错。这里煮个银耳，爷们儿，你们这家烧火了吗？哎呀呀呀！就阿姨那个隔壁院烧火了、好大爷们儿看着了。哎呀，看出是奶奶了。你刚刚不是在车里都睡着了吗？这么一会儿，看奶奶乐的。哎呦，大孙儿啊！奶奶本来下午还想去和你游泳去呢，奶奶去买菜去了。爷爷乐的，你瞅着，你瞅大孙儿乐的，看看大孙儿，大孙儿几天没见着了。哎两天，前天看。两天了啊，大宝，你瞅着一回来你就看乐的，那精神了。来，在地上爬会儿吧，来来。他那谁，小天呢？小天在家里刚进到货，然后点货呢。哦，行，妈妈忙呢，妈妈有生意。今晚吃火锅啊！你瞅乐的，你瞅乐的。好嘞。这不行，这拉手。拿手，你们给这玩意拿去吧，拿去这东西，这玩意一摸拉手。现在就是昨天你俩台子就不用得了。那是大孙儿拉就拉呗，把手拉坏了，看谁更心疼，是吧？奶奶心疼呗，拿坏奶奶心疼呗。哎呀，哎呀，来过来来，俩人处对象来着。哎呦，不是，这手真拉手，拉手。妈，你别整了，你手不是那啥吗？好了，网给你换好了啊。现在换。那网是咋回事？网为啥换呢？网，2019年进来就是用，用4-5年了，路由器给你换个新的，最快的网3GB 的。多少钱这个？每个月多10块钱。这是好的呀。对，最好的了，是你能拿到最好的网。最好的网，最快的了。对，这是啥贝尔的？贝尔，对，贝尔的，今儿来黑人，黑人大高个子来那个啥整的，整不几分钟就整完，我给他拿点饮料喝。行，你还好了，他出去吧，你爸看着了，还有一个多小时哈，他都没走，就搁外边搁车里坐吧，这就是上班磨时间去呗，磨烟工的，是吧？咱说这不好，那没啥呀，这玩意儿就正常嘛，打工人的日常。可能最初是距离下一个时间也长，完了就是歇着了。那个问题上午就解决了，上午打电话了，天哥他们网不好用，就直接解决了。哎呀哎呀，露露大孙，来抱他站起来，老婆，站起来，站吧，站吧，站吧，来，你上手了。哎呀，
呀，跺脚呢？你蹲下给他起跳了？他跳了，我靠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看大孙儿！哎呀！往前迈步了！哎呀！又出息了！又出息了！大姚啊！哎呀！哎呀！你别打奶奶那手不行。没事，我这个手。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小家伙，九个月了是吧？对，九个月多了，过生日了，快回国了，大孙儿啊！生日了，快回国了，快过生日了，快过生日了。哎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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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愿意疯啊？你这小牙，有爆米花牙，高兴。下午去游泳馆了。忙点珠宝的事儿。哦，呀，活儿哎呀。又跟姐姐玩高兴了哈，看姐姐，跟姐姐玩高兴了，哎呀，都是，哎呀，你看看着小姐姐乐了，揪头发，哎呦呦呦呦，掐上，别掐别掐，哎，哎，哎呦天，不是你找时间一定心里有数，别人说像我一定讲你道理，哎呀妈，老香，嗯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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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周六吃早茶去，大家就给我旁边。不用吧，去什么这边有养生的就行了。我说咱妈也太奢侈，那奶粉多贵呀，用那么多面包。不是，关键做出来之后你们尝了吗？没有，没做。咱妈一个畅想，让我给打灭了。生日我一个也不认识。没有，太少了，很少。哎，好。29号比今年生日。妈的，热闹。年份呢？对对对，今年24年，20年嘛，20年、16年。12年，08年的奥运会那年，这也让嘴飞。不结不吃这个。自己薅自己头发，你傻呀你啊！昨天做一个新东西啊，这是我去日本的时候，他们那个那个拉面里面放的蛋，我给你切开，你自个腌的哈，搁，嗯，罐子里腌的，对，瓶盖还整的挺好的，嗯，你看，你妈你录这，嗯，我把凉面上下里面是吧？哎呀呀，这黄，哎。我给大家都切开，一人一半，就这么吃。就是这个拉面呢，你把这个拉面都放好了，然后把这个鸡蛋摆上面，老酷了。怎么说这个鸡蛋？这样的话，一人都吃一个。我不吃了，我那刚才吃一个了。哦，你把这个切给我。行。我这是凉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凉的。没有，没有。展示一下哥哥的手艺。哎，看看吧，哥哥手艺。再放一会儿吧。尝尝。大林，你先扔这吧。你就是这么吃的。是一人拿一个吗？一人拿一个。哎呦我去，行，谢了。刚才都吃一个了，我说不敢再。来，小妹儿，我刚才吃一把茶叶蛋的感觉。茶叶蛋感觉。要不要再来一个？你们吃吧，我吃。来一个吧，来一个吧。我吃了，我先给你们留着吧。没事，那还有好几个呢。来，太厉害了。我不吃了，我刚才吃了一个了。再吃就多了。我也只吃一个。大姚是现在吃不了，大姚。他能吃，哎。别吃了。别吃了，这是生的呀。对，嗯，这不是熟的，熟的没熟透，对，那是被吃坏透。这种半生蛋不是太厉害了。谁腌的？昨天开个拉面馆子。肯定是你那细心的姐夫哥呀。哇，你以为我腌的？你要哥，你可就可费劲了。来，换尿布了，再给他。不用，我们出门之前刚换的。摸着有点厚度，你瞅那小鸭。不用换，大姚认识大姑了，一看大姑就笑。嗯，这蓬松的头，真胖啊！哎呀，你看呀，看，来，你给他，然后一会儿再不给他，你看看，要抓这个姐姐上的帽子上的小吊带啊。然后往嘴里面放，那个表情，小孩也往嘴里塞了。哎，就这个头，那天那个袋就是这个头塞嘴去了，特别委屈。嗯，跟爷爷要玩具了就。什么呀？拿啥不能是？简直热闹就。那你要是什么不讲？
气抽屉。不是，呜、嗯，哎呦我操呀！哎呀！行不行？高不高兴？喜不想学飞啊？喜不想学飞？陪泽星。M 和 N 打架，谁先说抱歉 ？I'm sorry。你爸真聪明啊！一下就那什么了。用的还不怎么样。嗯。该用上都用上了。爷爷想 no no no， 哎，但是哎，那个，你们俩玩一会儿。阿姨再问您一个。啊，我们。世界上有北京、东京和南京，为什么没有西京？为什么没有西京？为什么没有西京？西天取经不容易。因为。不是，因为西京被唐僧给取走了。啊。二十六个字母哪个最笨？二十六个字母哪个最笨 ？B 呗。不是，肯定是跟字母的顺序有关。不是。单立不是，就这单立关于什么的谁能够？不要姓。波波弟还不是个。好嘞，来地吗？来来娘。我来胖子，我开那车回去。我一样开那车回去。天哥，你先开一个。你跟他俩呢？我呢？知道要带走了，应该穿衣服。一老实，一坐车上就可乖了。拜拜了，大姚。亲亲奶奶吧。哎呦，哎呦。奶奶牙疼。再亲亲奶奶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大孙儿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宝儿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拿住，抱住，抱住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你说你把我羽绒服拿下来，在楼上。你俩去吧，溜溜的。哎，我想去，我正好溜溜的。这主要是不愿意动的。就是瘦人他就有这个优势。你像我们几个喝点水。冷吗？外面？嘎嘎冷。嘎嘎冷。这个导演是人世间的导演。